真心为您把关 SUM 里程保证我承诺。手扶汽车的欧妈妈，那今天要跟大家介绍我身旁这台非常棒的车子，就是 Skoda Fabia Kombi。Kombi 是加长版的哦，那它加长版它的后面的空间就比较大。那当然，它这台车子的室内空间、乘坐感觉、同级距更是佼佼者。那我们看到前面它车头的部分，那一样是它家族式的头灯，跟它前面的水箱。护罩的气坝让这台车看起来非常运动风格，所以Fabia Kombi非常多人喜欢，尤其是它的空间。那我们看一下它里面到底有什么吧。Go， 来，我们把带你们看一下它室内空间的表现，非常的不错，而且是双色的布椅，非常透气，好坐。那我们把坐给大家看看，非常的 OK， 乘坐感非常好。旁边还有一个高低可调的地方，让大家可以做使用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这台车子。左手边，在我左手边这边，这就是它多媒体快播的地方，在方向盘这边。好，右边，那当然它这边就是有行车电脑控制器等等的。那最重要是这一台车子，各位看一下，真的是很夸张哎，看一下，才跑36000多，跑得非常非常的少。它全程都是有在原厂做保养，有原厂保养记录哦，所以买到这台车子真的是赚到了。那它的头灯的地方就是在这边旋钮式的，可以去做调整。那这边它高低可调的地方，头灯高低可调。那我们看一下它中控到底有什么吧。Go， 好，各位看一下内装的部分。那这个当然是原厂的主机啊，可以插 USB 听广播等等，那非常简单操作。底下是它控制它的冷气的地方，那外接音源在这。各位有没有看到它里面的内饰比较不一样？这种法式纹银色再搭配黑色的内装，看起来非常的高级，非常的有享受的感觉。开高级车是不是觉得很棒？好，那看一下这一台车子，它搭载自排，非常好开，所以新手也是很好上手的哦。那我们看一下它后座表现到底怎么吧。Go。各位看一下，它空间非常的棒，我们把出给大家看。各位看一下它的空间的感觉，非常的棒。我们把170公分，那前面还有两个拳头宽，因为它这前座有做一个内凹式的设计，所以让你的膝部的空间非常的足够，而且桶底也不会非常的压迫。重点是它这个有 Isofix 哦，所以有小朋友的这个 Isofix 可以固定，非常的安全。那我们看一下后备箱容积量到底如何吧。 Go go， 各位刚刚欧妈妈有说，这台 Fabia Kombi 就是原本的 Fabia， 它屁股在加长，变成旅行车的感觉。各位看一下它空间是不是非常的棒，非常的正点，车后面可以塞很多东西。我们先看一下它底下有什么，原厂脚踏垫送你。哎呀，补胎器在底下，随车工具全部都是齐全的。那这一台车子，如果你要让它更大的空间，那我们把前座六四倾倒，那欧妈妈弄给大家看一下。OK， 欧妈妈把这个第二排座椅往前面倾倒后，各位看一下空间。哎呀，不利呀，大的，非常的宽敞，后面可以放很多东西，是不是很优质？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车漆的表现吧。欧妈妈最常说容易磕碰的地方，就是在它这个右后屁股的地方。各位看一下它漆面的表现，非常棒，没有刮擦，前车主保持非常的好。好，那我们再看一下侧面，它侧面也一样，它侧面的车漆也是保持得非常的完好的。看一下它这个零线的地方，也没有任何的刮擦，非常的漂亮。重点是各位看一下它的 linking， 哎呦，很漂亮嘞，黑色的钢琴烤圈。好，那我们要带大家来看一下它这个引擎室的部分。OK， 我们要带大家来看这一台车引擎室的部分，各个锁点都没有动过，然后原厂贴纸都还在。那我们手扶汽车的车子都会请第三方来做鉴定、做认证。那
买到了，非常的放心，绝对不会有所谓的重大事故泡水以及变造我的车子，所以来首富跟我妈妈买车就安心。好，那这台车子它搭载 1.6 自然进气的引擎，非常的省油，平均一公升可以跑16公里，非常多，最高可达20公里，所以买这台车子又空间又省油是非常的棒。好，那我们来做一个结论，这台2017年的 Fabia Combi 它只有跑30000哦，重点是它白色的又搭黑色的铝圈，这么漂亮的旅行车哪里找，在我们首福汽车就有一台车子。那这台车子我们要卖给大家多少价格呢？没错，你没有听错，45.9万，超便宜的价格让你即刻入手这么漂亮的旅行车，省油又有空间，好不好？喜欢的话赶快来找我妈妈把带回家，那记得帮我分享、按赞、加订阅、开启小铃铛哦，那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实在就是 SUM。